老板你好，下一个紫米煎饼果子全家福的多少钱？全家福的48。哦，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边有14种配料。那我拿一个吧。对、咱就是说这个算全家福了是吧？能不能让我奢侈买了10个蛋？这个不能。啊？为什么？我想早点下班。哈哈哈。那我给你开家公司好吧？您还这么小，哪有这么多钱？好，不用了，老板。点面筋，辣椒要一点吧，要一点吧。那不行，我偏要给你多一点。啊，老板你好叛逆啊！再来一勺辣椒。老板，你每天能卖多少份出去啊？2份。那平时买全家福人多不？不多，就你一个。香菜要不、哦？我可以不要吗？那不行，那你必须要。谢谢老板。哎，你好，我想要一个这个。啊，谢谢你。手心握着云朵月亮，我曾遇到一束光里的光，我看到我掌心中的信仰，再一次因为你无邪的笑而绽放，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，奔向你无畏曾经那些受过的伤，手心握着云。